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丽夏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。饿坏了吧？来，吃的来喽。这几天太阳非常的好，蔬果区有很多果子都成熟了，现在就去摘一些来吃。啊，草莓又红了几个，就是有点小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上面也好红，摘了。哇，这个好漂亮，这里的草莓也熟了好几个。哇，大家看这个通红通红的，哇，这个都红得发黑了，熟透了。这个草莓都收得有点晚了，都感觉要晒干了，因为夏天的太阳实在是太烈了，摘了扔了去，省得浪费营养。看，收获了这么多草莓，这个草莓都是完全熟透喽，红得发黑发紫。哇，看着都好诱人。再来采收这个圣女果，大家看到没，红了很多，这次可以多摘一点啦。啊，这一串都可以摘了，好红哦。哇，这个我喜欢。当当当当，看到没，摘了这么多，全部都是通红通红的，是不是很诱人？